机场这个 WiFi 时不时的掉线啊，用着用着突然就掉线了，还得看一下，重新连一下。重新连的时候必须看30秒的广告。免费的 WiFi 速度比较慢，如果付费呢，一个月付15美元的话，速度就会快一些。Jumpstart，它这是用酒精消毒。细菌之星，Instant Hand Sanitizer，快速的手消毒器，请消毒你的手来帮助维持健康的环境。第一步，放手掌2到3寸，在分发器下面（括号绿灯激活在前面）。第二步，保持手掌在分发器下面，直到绿色的灯关闭。第三步，移除手，并且摩擦，轻快的摩擦。大约15到20秒，直到干。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Jumpstart product，呼为了更多的信息，请去 Jumpstart 产品和内容，请参观这个网站啊。对，对，它是酒精杀毒，酒精杀毒还挺快的。酒精是瞬间杀毒，酒精，而且很快就能干，酒精。坐飞机的时候，挨着我邻座是一对东亚的夫妇，他们就拿消毒巾擦这儿擦那儿，擦什么扶手了，擦前面的屏幕按键了什么的。那，还挺快啊，他这个55%啊，还挺快啊，速度还可以啊。这个笔记本还算，刚才掉线了，我又重新连了一下，这个速度还可以啊。好的，再见，再见。现在10点多了，10点多了。